一向重视精神和心灵修养的吕志和博士，在2015年创立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。通过不同获奖者或者团体的知识以及价值观，共同建立和谐共享的社会。我的奖呢，就希望不要斗争，就是希望呢这世界延续。古代呢都是教人是要和谐的，是不是？艾珍说在欧洲那边成立了对，就是空气的污染，对个天空不要破坏啊，气候啊，即系唔能够俾佢继续热啊！我哋有好多啲残疾人士啊，你依家啲人冇咗个脚，嗰阵时真系坐船唔喐得，或者点？依家我哋捐啲嘢俾佢，一样哦，有运动场俾你，一样啫，做翻啲嘢俾你去。吕志和奖不单止是物质和金钱的捐赠，更重要的是提升人类心灵的富足。